I wrote this song, it's not too long, 'cause I'v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. I wrote this song. 哇靠，我要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方大同，我是薛凯琪，我是 LA.com， 那我们是 LA 当地唯一的年轻人的 online 的流行杂志。那啊，这一次你们演唱会，我们很希望很多 member 都可以进来。那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提问要问，就是说你们这次都是你们第一次来，对，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？但是我们怎么也想到啊，所以可能我们就是那个 WiFi 很快吧。WiFi 很快。那就以前有跟爸妈来过，那所以就印象就是这里就好 busy， 但是那个 energy 的那个 energy， 那个你说那个感觉吧。对，那个 energy 那个感觉很不错的在这里，就是我觉得就啊，整个人都会那个 energy 一样。这一次要停留多久？这一次会停留3天吧，三天。那在这么短的那个行程里面，你最想去哪个地方？比如说是比较年轻聚集的地方吗？还是说比较 night life 啊？我其实应该会探亲的，因为我这里有一个 uncle 住在这里，然后刚刚之前在 San Francisco 也有别的亲戚，所以在 LA 我要见我的 uncle 跟他吃个饭啊，那然后我和我的那个乐队他们都想去买乐器，因为这里的乐器又大又大，对，喜欢玩音乐的都喜欢去这里的乐器。我又会看表哥啊，就有个表哥，然后就因为之前来的那个 Rock Museum， 然后就非常非常期待去再看一次，因为上一次来他们展览那些啊装置艺术，然后希望去 Getty Museum 这样子，还有就逛一下。那我再请问一下你演唱会，就是说你在前方想呈现出来的什么风格或者特别的地方？首先要 awesome， 对，我们来就已经好 awesome， 好特别，已经那个 poster 上面已经写 awesome，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个 awesome show。 那有一点不了解，是说你们是会一起同台演出呢，还是说一人会有不同的 solo 的时间，还是怎样的表演方式？我会有独唱，也会有独唱，也会表演一些翻唱，大家自己喜欢的歌曲啊，经典的歌曲。那再谢谢你们。